哎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陈鱼。最喜欢用免钱的黑鱼又来啦！就是呢，今天要来改造工作室了，怎么会变成一个常驻节目啊？太奇怪了吧！而且这次的地点超级大的，而且难度超级高的，就是黑鱼的工作室有一间房间特别的畸形，然后我们请看。三角形，非常非常畸形的一个环境。他想要在这里做大概三个棚，但我跟你说，大概两个就是差不多极限，我感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其实因为这真的有点复杂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，所以我们就今天就来开始画设计稿，然后来买油漆，然后先把就是房间分成大概三块的地方，然后我们来改造看看。我们当时有说那个就是直播，可以。然后直播因为它只有到一半嘛，然后这里有一面墙，但是这面墙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是这个东西要盖掉。对。然后我们有说放一个书柜。对。然后这边，那因为这边太麻烦，这边用不了，所以一定是摄影机一定架这边，然后往这边拍。但是我们又不知道那个门会不会。没有，我也应该可以，其实可以，过去一点应该是可以。应该是不会看到。那我们本来有说这一块还要做事情，但是我觉得这块先放着。对，那我们就先全部涂黄，反正你黄色是浅的嘛，所以你到时候如果说你要改色的话，你再改。对，改。所以我们来就是买黄色油漆。我再全部交给你，我得全部都准了吗？你对。反正我们不会再这样。有预算有提高，就我有省吃俭用一点。我当初我是被他骗，我想说应该还好吧，他说很简单，然后结果来看是这种房间，然后说想要三个角。OK 吧，140，算150好了。嗯，150。门的距离是不是？我与门的距离。你不是要涂油漆？油漆店，我想说买油漆。油漆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刚刚说等一下，因为他地贴本来说昨天要先贴好，但他没贴，所以他说我们油漆贴完，他贴地贴的时候，他煮家，我来煮家具。他煮完，我看我贴完。你以为那么好贴吗？没有，不好贴。完蛋了，而且我一个妹子，然后还要贴，还要煮家具。而且我很怕解说，我怕地贴不够。好，总之呢，今天的影片呢，可能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但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我们还拿到了一张信用卡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但是据我所知，里面应该是没什么。有够贵。那我想要那个厨房的那个。不要，那个就不要了，那个就不要了。可是我想要。那个就不要。那厨房要那个厨房送他的脚。有人可以买给我吗？完全就是量身打造，舒服啊，还蛮舒服的。滑手机刚刚好，你拍我，我拍你。对。那你另外的沙发放在这边。那或者是直接放在旁边就好了，就小的那一个。可是你这里是。这光点太小了，魔法。靠北。跟大家讲，就是他桌子要用 PC 用钉，然后那个柜子的话，柜子可能也是要钉，然后还要寄到家里，然后在我们想要的东西呢，通常都要钉的。所以今天还没好了，今天就只能变成漆油漆跟铺地垫，然后跟可能可以铺地毯 ，maybe 什么都没有，要什么不要什么，要崩溃了，我的影片怎么办？那我们。可是它要4900，可是它很大块啊。它有没有比我高呢？我们来挑战一下身高。它比你高哎，你可以躺在上面哎。这代表什么？我如果被杀的话，用这个地毯包住，我不会被发现。不会。热狗25块，想吃。为什么？好，我们顺利拿到了。谢谢摄影师帮忙。抬轿子，然后我在旁边吃热狗等他们。现在要来搬搬，然后我拿很多东西。
很重。怎么会摄影拍一拍就来帮忙煮柜子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先把黄色漆一漆吧。先漆啊，真的，信我。先漆。先漆比较好。现在黑羽家的客厅已经被堆满了东西，然后里面是完全空了，然后超脏，假发回忆好重哦。里面墙要漆多久？哪个？里面墙吗？应该半小时可以完成。我们现在进度是原定啦，至少这个墙壁是要漆好的。然后黑羽他们是在煮柜子，然后原定今天最少也要柜子煮完，然后墙壁漆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地板铺好。但是看来有点难，怎么会这样？耶！所以如果我们弄不完的话，你要黑羽，你要想办法就是把墙壁漆完，柜子煮起来，然后地板铺好。然后再剪另外一支影片，超级夸张耶！然后我们现在请黑羽的片师，就是来帮忙也刷缝隙。你觉得剪片好玩一点，还是来帮忙刷油漆比较好玩？剪片好玩。好，各位，墙还有一面还没完成，就剩一面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很厉害，我跟摄影师我们两个人，然后再加那个剪辑师其中一个帮忙一下下，然后我们就很快速把墙壁漆完。然后黑羽跟就深深两个人，好，一个柜子还没煮好，真的很废耶！我觉得我们煮，而且还煮错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四个人同心协力先把这个漆完，然后再煮，然后再贴地板，然后再煮这个，因为我煮这个超快。我超废。你真的超废的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们就今天就是先拍到这边，因为等一下大家都有事情。没错。那等一下黑羽呢，应该是等他把柜子煮完，然后把油漆漆完，地板铺完，然后我明天有空再来帮忙的。先做个结尾，因为不知道如果突然没有片上的话，那就没错。先这样。所以今天是漆油漆 vlog。没错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按赞、粉丝专页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谢谢订阅我们频道，拜拜。忙到半夜4:30，我们总算把柜子煮好了。各位，你们看，我们已经把地板贴全部贴完了。哪里贴完了？我是说我们用完的那个部分，可是发现订不够，对，我可能还要在 PC 用上面订，对。